Hollow basin empty. Interior accessible. Minimal flood damage. Sounds like the basin is dried out too. We all take a look. Another adventure so soon? You're braver than me. But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that. You go on ahead. I'm gonna stand right here and bask in our victory for a while longer. 好，那我就先走了。我还要去看看那个水排空了没。 然后乐器到底是什么呢？啊！哎呀，我在干嘛？乱摔一通。Water's lower. And going by that sound, I think Lala's already at the dam. It's a figure of. Must have been an ancient animal. Oh, new. I feel like I'm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a little bit more. Oh, 不下走那个方向还好，多收集一点。那个乐器感觉应该不是管风琴了，听起来悄悄打打的，不知道在敲什么。这边好陡哦，哎，感觉声音好像越来越大咯，或许已经到附近咯。看起来还有一段路，我看这样声音还蛮大的，这是好多猪哦，也太多了吧。 超多猪，嗯，过墙之后血就没有那么深了。 我的药草总算满上来了，经过刚刚几个36的大补一下，都没有战斗。哎，这里有汽车上面的资料。重返新加坡，水位逐渐下降，居民重返家园。新加坡2043年5月5日。 5级芝麻是新加坡最高点，曾经飙高165公尺，山顶有一块略带粉红色的巨石。罗曼莎正在巨石旁自拍全像，虽然笑得十分灿烂，但受访时却不断把玩着临近指甲与30年代风的皮下植入饰品，透露着紧张的心情。 他带着惊叹说：“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这个地方，我还是不敢相信是真的。即使时间不断流逝，气候经历巨变，5级芝麻也仍屹立不摇。”
但新加坡其他地方却难逃一劫。新加坡国土有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海拔低于5公尺。在沉睡的20年代，随着海水不断入侵建筑物的地基，沙漠与许多新加坡居民被迫离开家园。现在有许多人开始重返新加坡。沙漠还在世的家族成员也包括在内，随着全球温度与海面渐趋稳定，人们纷纷乘飞机与乘船回国。其中一批来到新加坡的则是西大鲁河事件的难民。这起悲剧的影响至今仍难以弭平。这些人都希望能够在这个曾经富奢繁荣国家的崩坏遗迹之上重建安稳的生活。许多国家在多年前经历过沿岸地区严重洪水之后，国民全数逃离。新加坡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这些国家面临着难解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政府与执法人员早在国家崩坏之前就已撤离，土地权状即使没有遗失，也是残缺四散。沙曼儿时居住的家，其土地已经属于罗家将近资料损毁。这种冰天雪地竟然有山猪，没有吗？不晓得有没有，我不知道山猪会住哪里。我这种冰天雪地应该要有熊啊，怎么没有熊呢？哇，这边还这么多牙口兽，他怎么有办法先跑进去敲敲这么久？你真大胆！不愧是巴努克族，不会被机器攻击吧？可以烧起来。还有一只啊。烧到吗？我觉得自己好像厨师啊，每一次轮流烧一下。哎呀，射错箭！十一只上菜咯，热腾腾的鸭口兽，其他几只还要再稍等一下哦。
快打我的样子。啊，死一只。还是烧不死。好，杀掉了，终于。还好是上面，他们比较不会打，安全。咻。什么？啊，已经在敲了，原来是在敲水管啊！搞什么啊？You look happy to be playing again. I don't know what you did, but the water drained in the snap of a short song.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usic? I've never heard anything else like it. 对，完全没有听过。That's because there's no other place with such resonance, such intonation that rattles your ribs with its power. And of course.No one else knows these pipes like I do. I learned them by ear before I could walk, strapped to my father's back. Thank you for draining the waters. Not just for myself, but for my ancestors and their songs. Please, take this as a token of our gratitude.给我三个蓝闪金。哦，我刚看到一个东西，我没有看到哦。这里，最后一群女孩。哇塞，这就是乐器，有点失望的乐器啊。我还以为会是什么管风琴，太可惜了。亲爱的，没有人，有两台自动车要来。我的这台会载我到。克里镇的公寓，卡纳台则会到机场。他今天带着行李来工作，拥有一切身家财产都在两个小小的行李箱中。他身上的衣服是我见过他穿最高级的一套。他说这是为了我妈，你相不相信这套衣服是他买给我的？通常我根本不会鸟他，但我不知道他的烦恼已经够多了。我们今天散步穿过水坝区，听着所有录音带，看着所有的讯息，也许这就跟以前签完毕业纪念册就觉得永远会保持联络一样。但现在我已经不怕会失去罗拉了，签完毕业纪念册都没有保持联络。我们也是家人，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拥有彼此，也不是为了什么原因拥有彼此，而是确确实实选择了彼此。不管我们距离多远，遇见多少穿着丑西装的混蛋，或是碰到多少啰嗦的机器人，我们都不会离开彼此。所以你听好了，如果真的有人好死不死发现这个东西，我现在就跟你说老实话。曾经有一个乐团叫做水泥海滩派对，有那么一瞬间，它是全世界最酷的乐队。不管你是谁，都非常非常幸运，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有机会听到他们表演的人。永远不会再见，地球上最后一群女孩。嗯？
感觉它的标题跟它的内文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我还以为会知道一些世界的秘密，虽然我觉得我知道很多了。那再来就是再往上找巫师之路咯。这里还有一个啊。听完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敲那个管子来演奏的吧，超难听，真的超难听。你猜到了？我是没有猜到，他还持续在演奏中。我们走吧。刚刚是往右边去水坝，现在是往这条山路往上。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新老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